我说拿一千，我千万不能说你这点心我领了。不行，我跟你说，我可不是那个物质女，我跟你说实话，拿了你听不听话？你说听不听话？听话吧。哎，听话就得了。这咱俩这关系，那我也不要。 오늘 황혼소개 팅의 주인공으로 꽤 특이한 여성이 나왔습니다. 매달 두둑한 퇴직금을 받고 있으며 집이 두 채나 되는 그녀가 상대방의 경제 조건은 보지 않겠다고 당당하게 선언했기 때문인데요. 과연 속마음도 그럴까요? 영상으로 확인해 보시죠.我想和你处，谁也挡不住。除了别想黄，我就这么狂。厂亮大爷来相亲，上来就掏出一千块钱钞票，阎王大妈手里塞，真是小母牛跟猫比身高，牛叉过了头。本期相亲全程高铁，答应我一定要看到最后。女朋友，你来，对对对，来，我是婚丧喜庆。李大爷62，性格温和不爱吼，住房面积40平。 娶到媳妇就算赢，俗话说得好，抽烟来口芙蓉王，男人注定能辉煌。抽烟来口红塔山，这丝绝对不一般。大爷每月收入高达5000，家里人物缭绕，好似九重天。一看平时就是没少抽香烟。你咋这么大烟味呢？我为我抽烟嘛。抽多少烟都把这屋里抽的全是烟味啊！我为什么抽烟嘛？你烟挺重啊，你知道吗？你这身上。 烟味好重啊！这一包这怎么的，主要是洗的呢，我给看一会儿。不是，你一天你抽烟一天得一包，一包的。一天一包，一包香烟20根，根根情重似海参，苦闷知识抽抽的，瞬间轻松又解压。虽然大爷知道扔烟甩火，历程正果的道理，但毕竟已经是几十年的老烟民，也不是说戒就能戒的。那么话又说回来。 大爷想要找个啥样的？我早上就是人家看上我了，我就是行吧，没啥要求，就。你咋这么不自信呢？你回家就一个条件能看上你就行。对，能看。差哪儿啊？这身高长相在这块的，退休金。5000。那这条件，那咋这么不自信呢？没啥，太大爷的，就是有糖尿病，一糖尿病20吧，压力爆了，女的不敢。 生病很累，看病很贵，糖尿病没人陪她睡。大爷可说了，好好活，慢慢过，佛系一点也不错。而在听闻大爷阐述的情况后，小红娘火速出击，很快就找到了本期的相亲女主角。这大姐爱美是不是？这咋的？就是化妆呢，刚才啊。钟大妈64厘，年轻漂亮像杨幂，每月劳保4000，耳垂上面挂个圈。别看大妈为人敞亮干脆，年轻那会她可没少受罪。我也是那时候，我特意昨天翻出来的。我跟你说是咋回事啊？ 那个年代吧，生孩子吧，那孩子比较大，完应该侧切没侧切，完了一下就生出来了，生来就成个口子，不懂。完了以后吧，这个就长瘤了，红棉心颗粒细胞瘤。完他说不行，你这个颗粒细胞瘤必须手术，结果把这整个吧全都摘下去了。完了后边，人家孩子爸也怀孕了。渣男不泡妞，心里酸溜溜，小三没人泡，心里挺烦躁，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前夫。而自从离婚之后。 大妈那也是很孤独、很无助，内心的痛苦无人倾诉，就连明天去医院做手术，都只能孤身一人。我反正上2个都是，但是这个比较严重，我现在全职在给养着呢。明年先去办手续，我但我感觉也要是快吧，背不下我就手术，人家说10分钟就手术完，可快了。都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虽然大妈这些年识人无数，但一直没有找到她的灯火阑珊处。而在了解完大妈的情况后，小红娘立刻就安排了二人见面。那么大爷大妈能够擦出爱情的小火花？ 李鹏啊，你好，你好，你好，嗯，还挺本分的，你瞅瞅，不用说你哪，我不在意，我不拿，我跟你说，我长得像我没啥挑的。身高啥还行，哎，那头发啥也行，还行吧？那男人不化妆，咱化妆都不还有说，跟你们，咱就说实话，是不是？咱卸了妆还背着没人好看呢？咱得知道，咱自己有缺陷，不就这方面吗？我不需要你长得多漂亮，主要是不喝酒，人也好，能互相的依赖，互相生存，互相过日子。 同样是美女，那些个红颜祸水都是让有钱的男人穷到讨饭，将没钱的男人挤出泪段，把有家的男人思想搞乱，使没家的男人眼神涣散。而咱们大妈不仅贤惠能干，而且找对象不求对方存款百万，只求老头好不是混蛋，这不就妥了吗？高兴的大爷赶紧坐下，准备跟大妈好好深度交谈一番。你是哪退的？银行啊，你工资开？我现在开4200，我还有房子呢，我也是个职业人呢。
哎呀，那五千五十五千是五千四百的，难活呢五千。一听到大妈每月收入5400块，戴刚刚才建立起的自信心瞬间不在。好在一旁的大妈并非一个拜金老太，直言夫妻过日子也不是赚钱比赛，没人规定女人月薪就一定要被男人打败。而在见到大妈并没有对自己埋怨责怪，大爷也赶紧重新调整好心态，单刀直入问起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那咱俩在一块生活，生活怎么了？你说的算，我不是像人女的还要这钱要那钱，我不要，你说看着给呗，多不嫌多，少不嫌少。生活这工资给你多少钱了？还是你那么的，你的工资卡子你一把子，完了你一月呢给我交多少生活费就得了。行，你说要拿多少？你说给你1000，再添点吧，添点吧。就大妈这俏皮的表情，撒娇的语气，大爷要是不多给一点人民币，那也纯属于蚊子放屁，太过小气。我说你不让别人要什么要标的，我不要啊，那我有标也有，人家有四五件你还要呢？不要，咱过日找老伴儿，主要是知冷知热的就行，这是主要的。因为咱厚道的吧，都因为经济问题这个那的，是不是？咱俩就把这事儿就说开也行，咱就实话实说，1500吧，行不？成交，啊？知道的你俩是在相亲，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做生意签合同来了呢。每个月只需要出1500就能拥有大妈这样的美娇娘，外加大妈名下的2套房，真是出一群玩过山车，爽飞了。但俗话说得好，先穿袜子再穿鞋，搞好身体才是硬。既然经济问题已经谈拢，大妈立刻趁热打铁说起了自己的身体情况。反正我就做了一次大手术，就把这个都那啥了。那就行，可以是不是？都有短板在这地方，要没有短板，人家也可以扒拉的挑，咱也可以不说扒拉挑吧，咱差啥呀？是咱上妆家条件经济方面也不上别人次，是不是？是不是有短板呢？都短板碰短板了吧？就也是缘分，可以这么说。世界这么乱，装纯给谁看？都这个年纪了，能找到一个知冷知热的真心人，比什么都重要。对于大妈身体的缺陷，大爷不仅丝毫没有介意。而且在得知大妈明天要去做白内障的手术后，大爷更是做出了一个超级爷们的举动。我明天你不住医院吗？啊，我不能陪在你的身边，医院进不去。啊，你拿一枪。不用，我千万不能说你这点心我领了。不行，我跟你说，我可不是那个物质女人，我跟你说实话，你拿了，你听不听话？你说。听话吧。哎，听话就得了。非常事因为啥呢？就是说朋友跟邻居有的往来，还得给你拿个300-500的。这咱俩这关系，既然那我也不要。老铁们，你们觉得大爷大妈能白头到老吗？觉得能的扣一，觉得不能的扣眼珠子。反正不仅我被感动了，大妈更是直呼我是勾，他是叉，我俩天生小冤家。就是再相中了，他相中我了，咱也不能要人钱。要钱那啥呀？那钱咋那么豪华？要人钱的，是的，我不是那种，你放心，我绝对不是物质的。看来他心挺诚的，也是相中了。你要没相中，他也不能。那咱不能要，提头一次。大哥这给我1000块钱呢，我也挺感动的。真心换真心，四两换半斤啊，我是这么想的。他要对我这么好，我肯定也对他这么好。节目最后，二人相亲已成功牵手落下帷幕，在此也祝愿二老能天长地久，永远恩爱。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如果你也喜欢小编的解说，오늘영상재밌게보셨나요지금까지봤던황혼소개팅영상중가장흐뭇했던케이스가아닐까싶은데요여러분생각은어떠신지댓글로남겨주시면참고하겠습니다항상함께해주시는시청자여러분께감사드리며오늘은여기서인사드리겠습니다